油业改变了整个村子的面貌。枣就是我们的迎客，手拉着手把我们家园建设好，把这个延安精神融入到我们的青山绿水当中。那真是一幅水墨丹青画，这是我30年前来没见过的。今天的生活就是一个山乡巨变的奇迹。出城了，靠自己的双手，踏踏实实地走出一条幸福路。我上次来的时候90年代，这黄土高原是完全真正的黄土高原，现在满眼都是绿色，有点山美水美的意思。参观过很多窑洞，包括毛主席住过的窑洞啊，革命先辈们曾经驰骋征战的那些土地上的窑洞，但是住是从来没体验过，应该是很特别的体验。我特想打枣，因为我们大学学的第一个绕口令就是拿着杆子去打枣，当时不觉得这打枣是一个什么事儿，只是它就只是一个绕口令。但现在你到这儿，你可以学怎么打枣，再去说那个绕口令的时候，它一定感受不一样，它会有画面，会有实地的感受，会有生活，这就是生活所赋予我们的。两位老师好。哎，您好。你好，你好。你好，朱老师。你好，小姐。你好。天气很舒服。是呢。哎，你们来过这边没有？没有。陕北来过，但只去过延安、安塞，榆林没来过。我是99年来的。啊，那么早？哇，这是窑洞吗？怎么感觉跟个城堡一样啊？我以为都是那种土的。但它这个层层叠叠，1、2、3、4、5，起码5、6层。对。这个字儿到底念赤牛挂还是赤牛蛙？赤牛蛙。学了一个字，赤牛，这还真有一头红色的牛。这牛怎么感觉跟咱们乡的形象代言牛一样？走吧，进村去看看。你好，来你们家讨口吃的。哦、红枣你们吃、哎、嗯，真有枣子啊、哦、有枣子、哦、真有枣。那就是自己刚打下来的，是陕北的那个特产，那个红枣。哦，尝一尝。嗯，太好吃了，个儿又大，而且果实很饱满，就是水分很足，厚厚的那种。枣卖多少钱一斤啊？你看着给，我们这是好说。啊，没有，你看着给。看着给，我们这是一斤是2块也可以，1块也可以，我们自己的钱差不多就对了。那我们买点儿。我就是本来想简单了解一下，我没打算买。那个没带钱呢。清朝的好了，给我们搞一搞雪菜就好。好。是不是？你们从哪个地方呀？北京。北京来的。你们这儿的话，北京怎么说？北京，北京。阿姨突然开始播音腔，北京。走吧，跟我走吧，去中央电视台。不走，我们不标准，不能。大姐，我在北京等你啊。啊，行，北京欢迎您。太可爱了。北京我们去找高思茂大哥家。高大哥，我们村里面的男人都姓高。那我们那高思茂大哥家在哪儿啊？就在学校的旁边。哦，谢谢大哥。走吧。高思茂家是住这儿吗？请问。哦，就是您是吧？啊，就我。哎呦，
你好。啊，好好好好，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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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哎呀，这是我女儿。哦，我女儿在这，这是我小外孙子。小外孙，这个是我们女婿。你好，你好。那是我老伴儿。你好，大婶儿。现在我带你们看看我们给你们布置的房间。呀，谢谢。这个是周老师和小倪老师的。哦哟。啊。咱们再看看我们给敏桃老师。哇。好干净啊。哦，这炕不错。这个炕这边高那边低。为什么？咱们老百姓是叫不朝门，对，就有了他那个睡炕头。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是火炕，你晚上睡在这地方它是热的。这是加热做饭，然后烟通进来上去了，然后炕就热了。那夏天这个做饭，这不也热了吗？夏天我们不在这做饭，对，就外面专门有灶啊。那这个就是冬天专用。对，老师喝喝茶，聊聊天啊。好。哎呀，这是我们陕北的特产大红枣啊，这个枣叫蒸枣。热的啊，刚从锅里蒸熟的啊，蒸的，蒸的是蒸的。哦，第一次吃这种蒸的枣哎，不错哎，就感觉它变成一个甜品了。这个枣有好多种吃法，这个是蒸枣，还有一种是煮的，还有一种做法就是拿冰糖水一拌，那个好吃。他家这里最起的那叫酒枣，泡在酒里面。对，所以现在这些枣都能卖得特别好。对，就把原来的这个单一的枣变着花样在市场上卖。对，枣就是我们的名片，外面名声很大，来的人可多了。再一个，我们有一场我们老百姓自己编的、自己演出的一个叫《高高山上一头牛》。去年我接到有一个游客就来过八次了。八次他就为看这个高高山上一头牛。真的啊，真的。你们怎么能会想到要有演出呢？谁想的这个点子呀？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有个民俗博物馆啊，68个馆，里面都藏满了我们陕北老乡过去使用过的老物件。博物馆办起来以后，里面可以看到东西，外面大家干什么了。后面我们就想起来这个弄点小演出，我们都是自己编的、自己演的。我们里面演员最大的已经91岁了，哎呀，啊，最小的还有6、7岁、7、8岁的，四代同堂。哎呀，大婶你也演？演。你演啥呀？我演打帘子，就门上挂的那个竹帘。演帘子？不是，不是。制作的过程。您演做帘子的。对，那您自己也会做帘子？会了。所以这里面的角色其实也是都来源于我们身边的人。对，就是演我们的过去，这是民间最朴实的舞台。是呢。那演出的人能有收入吗？演出的人演一场25块钱。我们希望每一个村民在这里面都要有收入，同时通过这个收入就增加了。你比如说我，我们一家子现在我们就有4份收入。四份？什么？哪四份？啊，第一份就是靠这个旅游，我们可以参与，可以分红，这是一份。哎，再第二个，你比如我是博物馆的讲解员，和老伴是演员，演出收入。再一个，我们家有一些土特产可以卖，这都是收入。4份收入，哎，比以前那个水平要提高好多倍了。以前我们就是靠这个山上种植这个红枣，收入一年也就是1万8千块钱，很辛苦的一年啊。现在我们这个很轻松，你像是我这么大的年龄，我都感到没有负担。哎，很轻松就把这个钱拿回来。哇，所以这旅游业改变了整个村子的面貌，还有你们的生活。这就是我们的老照片。这照片，这是我女儿和女婿，这个是我。哪个是您？这个是您？这都是。哦，有几个阶段？这个就是19岁的时候。帅。这个20岁，
这个我在新疆当兵的那时候。哦，在新疆当的兵啊！哎呦，怪不得看你那么亲切呢。但是这照片绝对，虽然是黑白的，但是这所有照片里面最让人感动的一张照片哈。你看，我们是亲。这是他们这个村原来的样子。我们原来就这么落后。你看现在，一个天上一个地下。那会儿就是最现代的，就是有了电，有手机你也打不出去，没有汽车啊，哎，没有公路。现在我们有四条路径的村啊，所以你们这些土特产业可以卖出去了。现在可方便了，好多人就不出去卖，他就网上买。哦。大喇叭。叫什么？就是我们从这狗立社家具厅要打枣了。啊，要去打枣，打枣。哎，我们全村人然后都可以到他们家，然后帮忙去。我们这儿有个好习惯，传统的，就是不管谁家有事，全村必须去。哎，你看好了，咱们去吧。那走吧，走吧。远吗？就在附近吧。不远。我们打枣的时候还要拿一点工具。从这儿走吗？打枣，哎呦，你看，劳动人民热火朝天的打着枣，这树上一棵两棵全是枣。这一位就是高立山，哦，我们今天就是帮他帮助他打枣的，我们来帮忙了。好，好，好，谢谢大家。大哥，我问您，最高处那个枣，那是打不到的呀？打到的呀，能打得到哈？上去是吗？我试一下吗？可以试。慢点，慢点，慢点！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没想到那么简单哎！哦，小心啊，小心哦！来了啊，就这一颗，你小心点儿。哇，哎，站这上面怎么样？好酸啊！就是挺累的，打枣这个活儿挺累人的。是呢，因为你要一直仰着头，这样可以颈让颈纹消失。我这颈椎病治好了。那我这腱鞘炎也治好了。今天是来养生来。朱老师可以拿这个钩，然后把它勾下来，然后摘也行。哎，这个好，这好。黑，哎，勾它的那个损伤就比较小，是吧？对。哎，给你这个，你勾勾试试。哎，如果搞出开勾下来，然后手摘也可以。哦，是这样的。今天我们目标是，今天目标就这几棵收完，就这个山头上这些树全收完。不不，我就这几棵。不行，我们就是来干活的。来吧，为了提高我们的劳动积极性，我们来个游戏吧。什么游戏啊？一人拿一个小筐。谁先把那个小筐摘满，谁就是今天最大的赢家。这个给你，来。喂，小筐，那儿有一个。我拿这个。来了啊，亲爱的朋友们，打枣大赛马上就要开始了，三位选手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准备好了。预备，开始。开始，大叔，您打吧。我跟你打。你打，我来捡，咱这最快了。打到身上很舒服，真的就跟按摩一样呢。谢谢大叔。不用谢，帮着你战胜他们。战胜他们，哼！出东门，过大桥，大桥底下一树枣，青的多，红的少，一个枣，两个枣。好，先捡。哇，这啥时候才能摘满啊？
我的快满了，告诉你们。不可能吧？那一切皆有可能。发生了什么？是不是全村都在帮你？刘老师第一，我第二，永远争第二。人呐，最怕比，一比吧，那个劲头就来了。就是这个活儿有点累。不累，看着这么大红的枣，你就心里觉得特别满足哎，真的满足幸福啊！谢谢。他咋还有心情在那聊天呢？累不累？累。满喽！我们冠军。那我们把我们仨这三筐全汇到袋子里。哇！当我们丰收的时候，当枣林里面都是欢声笑语的时候，我感觉到的就是乡亲们对美好生活的那种向往，已经照进了现实。去那个铁姐演出那个舞台。去。耶。好，那咱一路聊一路走啊。谢谢那灰灰那再拉就开，身子往后，头抬起来，对，好，是那大舅那亲手了惊讶，对，头扬起来，身子往后躺，这都是我们的掌声棒，老师，导演老师吗？哦，你好，你好，小哥老师好，哦，您专门来给乡亲们导演，对，这是我11年前排练的，哦哟。高过山上一头牛，这一台实景演出呢，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陕北劳动人民的真实生活场景。哦，对对对对对，我们体验体验啊！我以为下午没有干活的事儿了。这是劳动片和爱情片。那祝老师负责劳动，我们俩负责爱情。可以可以。今天这样吧，小宁老师啊，我经常看您的栏目啊，您模仿啊、表演啊特别好。对，我有个想法，特别好。今天啊，给您一头牛拉着啊，上工，播种。哦，耕地播种。耕地播种啊，然后呢，打夯。啊，还有捻捻子。哎呦，重活你一个人干完了。就是意思是，地里的骡子呀、马呀都休息吧，是吧？让我来干活。然后刘敏森老师呢，您呢就是参与咱们的打夯，然后呢有我们有纺线线。哦，那个好，我想学那个。对对对，您的这个肢体语言表现得更强。对，然后呢特别怕不协调。朱颖老师，您呢就是直接参与咱们打夯，可以不可以？可以。咱们呢有半个小时时间学习，学习的时间，交流的时间，然后半个小时之后咱们合成。哎呀，这么紧张呢，就合成了。那就咱分头行动，好不好？好呀。OK， 那我就在这儿了呗。那加油，一会儿见了。他就是要拉起来，这样绷直，绷直，拉起头抬起看。好，明白。预备，走。婆子们再给他拉起过来。嘿，嘿，有呀，头扬起来，他起来的时候头扬起来看主子。好，好，好。燕儿那更比那燕儿这美，哥呀呀，哟哟！朱云老师要跟着唱，还唱啊？他们唱什么？你接下一个。好。嘿呀，嘿嘿哟呀！对，非常棒。他是个那卷舌那气手国家。嘿呀呀，嘿呀呀！对，非常棒。嘿呦，嘿呦，哎呀，哎呀，
对吧？哎、好好好，就这么个，哎、掌握了。哎，这花坐到一起去了。是是是。哎呀，这个真牛啊！对。抓一把豆豆撒在这个碾子上，碾上，哎，撒一下，揍一下，压成这么个片片就好了。那简单啊，这个牛走的时候，带车，带车，哎，带车，哎，他真走了，哎，要他在的时候，哦，哦，我试一下啊，你试一下，带车，哎呀，还挺听话，对，这啥，带车，带车，带车，哎哎哎。哎哎哎，大哥，你有点快，大哥。哦，哇，他好听话呀。哦哦哦，可以了，大哥，我们好好加油，演好，带去。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四五六七，一二三四五六七。哎呀，他这还有唱词呢，还有舞蹈动作呢。一二三。一二三四五六七，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幺五四三二一。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哎呀，你这台词好复杂呀！不行，我觉得我这儿我得设计一点什么。对，也可以。那个戏没有什么对白吗？我看上了隔壁村的老高家的女儿，然后我想把她娶回家去。我们能加一点这样的戏吗？没有呀。没有。没事，我们发挥吧。这怎么才能把我的灵魂融入进去？我们要设计一点。哎呀，不小心这个牛惊了，是不是可以来首歌啊？走透透的那个落字儿哟，得有戏，脸上得有戏。哎，哈哈，非常，看那有状态，有状态。对，走，任劳任怨的兄弟，劳苦功高的兄弟，带去。放现场哦，出场的时候有时候不是跑起来哦，走了，哎，跑起来，跑起来，哎，放现场坐下，往右转，左手同时就要起了，哎，起，这是在弄线、哎、捋线的意思。哎、老师，他是拉线的一个过程，拉线、啊是这样啊，拉线的过程，哎，拉线的一个过程，左一次。左一次，右一次，右一次，对对对，非常啊，太棒了！这个是啥？这是数钱吗？捻线，然后互相交流，交流，哎，是的，再交流，对对，交流，交流，交流，基本动作就这么几个。好的，和我还没有出来，你就已经会，就这么聪明。这样，咱们合一下音乐。行。你就跟上他走啊，碎步走，碎步走。哎，然后不要过去，对对对，不要过去了，这边，落，来开始发了，哎，起，再落，也不错呀，那兰花指像模像样的，捻线，捻线，这都是生活里来的。哎啊、哦！太棒了，太棒了！段落，我觉得这个节奏不对。你可以跟着唱着。但是这个节奏不对啊，我怎么卡不上？没了，起。对，打手上土，打身上土，对。我觉得那节奏没卡上。哎呀！导演就这块重新来吧，这边争取合上。那个刘敏涛老师，注意一下啊。啊。要跟大家统一起来啊，眼睛不要东张西望啊，往前看好不好啊，前后左右要对齐啊。小妮上来试一个。哎，我不用试，我那个我牵牛就可以了。来走，就我刚才的这个啊，看着观众啊，观众观众，时刻注意观众，跑线跑线，脸线。不管是演戏也好，塑造角色也好，我希望能认真的演，因为水土和人，你只有去亲近，才能真正的体会到这片土地人生活着的状态。非常的棒啊！这次就整个进入状态了啊！三位老师，4点正式开始，行，6分换衣服，抢妆，快！
各部位都准备好了没有？考试了，开始。来，赶快把纺车拿上，我们得往下走了。得去。所有的情绪面带微笑，昂首阔步，挺胸抬头。音响老师，三、二、一。可爱的人，他那个在舞台上展现出来的那种自信和笑容是从内心里涌出来的精神面貌。他们每一个人都特别投入，他们是真心的去热爱这个全新的表演的方式，热爱这种传播文化的方式。他们把这舞台当回事儿，他们知道越努力这舞台越有意思，表演越精湛，能吸引来的游客越多，他们的生活就会越好。大婶，这个面得到什么筋道了才可以做手擀面？都得自己找啊。自己找。对。哇，挺硬的了，您试试，行吗？我试一试。大婶，手擀面算上桌的好饭是吗？就在咱们这儿。就是哎，招待客人的就是臊子面。啊，臊子面，对。啊，它是转过去的。哎呀，太漂亮了。嗯。始终压着，对，始终压着。哎哎，有点了，有点这意思了。哎，对对对对，是吧？是这样，好像有一点意思了。对，好多了，它有一个那个节奏。嗯，你有了自己的节奏就 OK 的。我做个青椒炒蛋吧。不要相信他，我都是跟撒贝宁学的，这。哎呀，吓唬人。哎，小撒这个的刀工也不错，你仔细看，每片都不一样厚，是吧？可以了哈，够了吧？这野菜就花椒芽，这个在鸡蛋里应该裹一下是吧？调红色。
这个鲜味我都闻见了。哇！哇！行嘞！你看这颜色，这味道。就现在往里扔吗？这个放点生抽，今天我算是知道这个鱼怎么炖了。把料炒香了，炒香了，然后加水，对，再放鱼，对，然后这鱼是凉水下锅，不烧开，对，不烧开。咱们来做这个豆沙馍的羊肉，看上去就很诱人了。焖一会儿，哎，咱们就等着吃肉。好嘞。哇，这大鱼来了，正好。厉老师，麻烦您端上去。我来，咱俩抬着，要不？不，别急，我一个人，我一个人来。啊，来嘞，这是大菜，硬菜呀、啊！哎呀，真好。来看看羊肉，哇，诱人啊！太馋了，嗯。好嘞。来了，上菜嘞！面好了，师傅，面子好了。咱们把那个桌子摆起来吧。鸡蛋来喽！这个绝了！哇，这一桌，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啦！生了，用我的手擀面。我们经常就这个一拌，都好吃的很。给大爷来一个鱼，我推销一下我炒的鸡蛋。多来点，多来点，给那小弟弟，小弟弟。这炒鸡蛋真不错，幸福的味道。现在我们这儿来吃这个就很随便了。嗯，过去我们这个生活就不行。而且是过去老一辈可能想都没想过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旅游，我们现在的这个舞台剧，对，多好啊！这个就是文化和旅游融合。嗯啊，这条路是成功的。是的呀，刚开始我们这个旅游事业起步的时候也非常艰难。哎呀，那时候我们想出这个演出，可是不容易，谁也不上那个台，说丢人了，咱给老百姓子坏个啥嘛？你上台演出，人家看着都丢人了，不敢。从一回当子不挨门挨户，做工作，哎，还是不来。哎，说你会唱两嗓子，他就站在那唱两嗓子。后边演时间长了都不害羞了。那个大喇叭一通知，半小时就开业。那是个真正的舞台，那音乐一上一开始，我觉得太美了。你牵着牛不是从那个桥上过，一进我想，哇，早晨来了，我们该那个起床下地干活了，就进入到那个情景了。你看他很自信的在台上举着那个，很陶醉，还陶醉，他们非常陶醉，气质感染你，自我展现，对。哎，我觉得村民们的精神面貌改变特别大啊。现在还挺不错。
哎，对了，我还想问一下，这个博物馆你们是怎么想起来要弄这个？咱们现在生活水平提高，老百姓都住到新地方里面，嗯，旧地方那些东西就没人要，也没人管了，所以大家说，咱那儿有个学校，那个废弃的，把学校那十个窑洞修一修，把老百姓不要的东西我们都收回来。我们的下一代、再下一代、下下一代，他们都没有见过。我们到时候给他讲一讲，这是我们几代人用过的东西。我们的老祖先就从这些生活调节过来的。嗯，这个博物馆你必须要请内行人来管理。现在好多大学生，你可以把他请回来。对，他管理博物馆、做电商、当教师，可以做的事情很多。现在我们正在筹建第三博物馆。啊，邀请你们明天参观我们博物馆的筹建工作。嗯，行，可以，好好好好，行，期待啊。小撒在那儿露个眼睛，在那看你半天。又是小尼，我们也不想跟你聊，我们在这吃饭呢。工作人员把电视搬过来了，因为是康家的电视，所以我们也没反对。我这儿都给你介绍一下，刘敏涛。Hello， 小三，你好。哎，还有祝勇老师。哎哎，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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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不是村长胜似村长的高大叔。啊，这是村里的贤者，一看就是。我们现在是在榆林嘉县的赤牛洼村，对，这个是黄河边的一个小村子，太棒了，太好了。我觉得这里最感动我的事情就是村民们生活状态，他们内心那团火没有熄灭。我现在所在的这个村就叫长寿村，这个地方现在叫太行水镇。50年代。把这个易水河在这个地方给做了一个水坝，然后造出了一个水库之后，既能够承担水利的功能，同时又能够发展旅游的项目。哦，他们那个水库的那个鱼啊，全是野生的，长到那么大，没有任何人工的喂养和饲料，就那个网收到最后的时候，那个鱼开始往外跳的时候，哇，就是那种丰收的场景。而且养的这个鱼的品种就是专门净化水质的。我现在跟你说话呀，我真的是没有什么耐心，你知道吗？因为外面那个鱼头的香味一阵一阵的往屋里飘。咱们现在，行了，快去吃吧。祝你们有一个愉快美好的夜晚。来吧，我们祝高大叔叔、高大婶儿生活越来越好。身体健康，哎，也祝你们生活过得越来越和美。谢谢，孩子健康成长。谢谢，耶！好嘞，那就准备休息吧。咱们就从这儿上啊，好，走近道啊。咱们等于上了这个窑洞大楼了，是吧？对，这咱们就来到我们的博物馆啊。咱们进去看看。葛大哥，你这棵树是什么树？我们这个树是枣树，对于我们这个地方来说，枣树也是很有文化的一个啊，千年红枣。这每个馆里都有一棵树啊？对。我家门前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敏涛姐，你瞧我发现了什么？这不就是你在这儿的本行吗？本行，拉风箱。我负责拉风箱。这个不是我们平常人家用的。那个打铁。打铁的、啊，它需要的风力更大。哦。哇，这风力很大呀。对。我感觉这个房间里的空气都流通起来了。做这种民俗博物馆，我们的博物馆里面的这些物件，它的意义是不同的，那是个念想，那是
我的这份情感在那儿封存的一个念想，它总是存在在那里，我觉得这就弥足珍贵了。所有的这些藏品实际上都跟我们的血肉，跟我们的记忆啊，跟我们的情感密切相关，它上面是带着老百姓生活的温度的。这博物馆里面放的不仅是我们乡亲们家里面收藏来的这些文化至宝，我觉得其实收藏的更多的是我们乡亲们对未来生活的一种信任。朱老师，哎，尹桃姐，哎，你在这儿，哎，好，那时候您坐，您坐，您坐，好好好，哎，哎，其实我感到很幸福，今天，我们更幸福，我们真是收获满满，对。劳动最光荣，在劳动当中获取了特别多的智慧。你看刚才咱们民俗博物馆里面那么多那么多的器具，都是在劳动当中我们自己去创造的。嗯，这个舞台也是我们自己去创造的。对对对。要我说，咱们整个赤牛洼村就是一个大型的民俗博物馆。对，你们都是博物馆里面活的记忆。博物馆里面收藏的那些藏品是物质文化遗产。是的。这些这个老前辈还有他们的歌声，他们的记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看到了延安精神在乡村振兴里的体现，那就是我们手拉着手把我们住的这个地方，我们的家园建设好，把这个延安精神融入到我们的青山绿水当中。年轻人也加入进来了，撸起袖子加油干，这个火炬能在他们的手里代代相传，就是你们最欣慰的事情。对对对吧？对对对，嗯。祝福大家生活越来越好，财源滚滚，好，好不好？加油！来，咱们一块儿合个影吧。哎，好。丰收！来，再看我这里，来，三二一。